主料，面条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，猪肉100克，大葱半个，酱油，辣椒2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酱肉切丁之后放入砂锅中炒香，加入葱翻炒片刻，加入适量的水和调料辣椒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继续焖煮片刻，去除血沫，勾芡备用。面条煮熟，过冷水备用，盛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面条糖，淋上肉酱、青菜装饰。烹饪技巧：面条过冷水，口感更筋道；肉酱出锅之前试试咸淡。勾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